开了。嗯。我想一下，刚刚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的，我想想，我想一下。关掉，音乐关掉。哦，又打。考试的时候是允许你原地打轮，但是你自己车的话尽量不要原地打轮，嗯，要不然对车的轮胎损伤大。没撞吗？没撞，没撞，但你距离很近，松松，不要打回来，不要打回来，保持。不撞不撞不撞，完全不撞。嗯，你大概跟前面有大概30厘米的距离。嗯，刚才那个地方跟前面有30厘米距离，你要是把握不准，你可以注意它那车上反光，你能看到自己的车倒影。你不用担心后面，后面一般你很难去甩到去擦到它。要打左转是吗？对，左转，左转并道嘛。啊，关。呀，我安全带没系，怎么办？停停停停，快系！这怎么最基础的也忘了？这一下子考试时间就没，直接没了，都油门踩轻点。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嗯，我看着没过显示。啊，开快点！25限速，它要求你20以上必须。你20以下的话，直接跟也是违规也不行的。当时那个考试那男的跟我说，你二十以下的话，就知道你太慢了。到时候没有 speed bump。太靠右，太靠右了。好，慢点，超了。开一会儿，稍微调一点你的速度。22，先22。23，24，25。好，先保持速度。先减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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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速。重新回到25。不要加油加这么狠。车还很远很远，现在打转向，再往前点，再往左，
别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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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，往左，靠，啊，然后关灯，啊，回去。然后你回，按理说回来的时候也要打一个转向，就是你先往左打转向，然后往左偏，然后再往右打转向，再往右偏过来。那个之前那个考试那个在又压线压线了压线了压线了，你之前那个考试地点它经常会有人亚马逊车在那停着，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去在旁边过去。怎么过？就跟自行车一个原理嘛，先打转向再回来再打转向。对，太快了太快了，慢。25啊，现在是25，你现在记着这个速度。压线又要压线了。25，然后你就记住25这个感觉大概什么速度，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，你不要把旁边车道堵死。好，现在左转左转，使劲打死打死打，快点停，回回回，迅速回回到原位。好，往前把左面的路让开，左面的路让开，对，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，把左面让出一个车的位。好，打直直回来，直好，往前走，对，这个位置是对的，再往前往前走，对，你左面让开一个车的位置嘛。你跟侧面，比如侧面对面有停车嘛，现在盖那个车嘛，你现在太靠右了太靠右，你压线压线了，就你跟他车位之间留出50到1米的1米的距离。好，往前这个位置正好。走，往前走，继续走。就走出去不停了是吧？对，你继续走，不停不停，反正停出去对象不好。哎，往左往左往左，你跟他车靠太近了。往右。往前出。往前出。这段是单行线，但是你也要尽量靠右。打左转向，左转向，你先打右转向，再往前，再线，好，停，你那边，停停停，过头了，你压线了，好，走。为什么左不是往回走吗？绕，就那么绕，绕一圈一圈绕。你往哪里走？往左走啊，走。到哪里去、啊？往左走，你只有一条路，这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车道，你还能往哪儿走？前面不是走，你就是在这绕圈。对，就这么绕圈，你就这么先这么绕圈，你先把这第一关先过了再说。你等会儿他侧面有车嘛，你跟他拉开50厘米到1米之间距离啊。打死，往前走，回，回晚了，打死，停，往右，往右靠右，对，继续往前走，往前走吧。你记得让你打死的时候不要就是碰到就是死磕，你碰到那个位置以后往回收一点。往前走，你就这么绕圈圈绕啊。
走直不要偏，你老往左偏啊，一会儿偏一下，一会儿偏一下。往左了，往右偏一点。再往前一点，停到那个白线，横着的白线，停住，停住，先又压线来。好，走，用车走。要不要打那么死？打到这个位置行？嗯，往前走。快走快走，你挡后面车了。慢，走，多拿速度了，到25了，你不要再加速了。再。好，打左转向。左面停，你停，停住，停住。你看你旁边这个位置，你能过一辆车吗？现在没车不是？你现在没车，你也是一样的。你这个地方考试就是，这就直接你就没分了，你就过不了了。嗯、不是说你现在有没有车？来，再来，再看看，继续绕。好，你现在你听我，你慢，你继续这么开，你动手啊，我再转。往左转，使劲转到头，转，再转，转到头。上头了。松，你松了。你看看，这是不是到头？是不是动不了了？嗯、到这个位置就不要卡在这个位置，要卡到这个位置去。嗯、啊，90度啊。嗯、啊，先退回来，重新来。嗯，这样。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到这头，啊！嗯。你不要往左打这么死，打到90度就完事儿了，啊！90度懂不懂？不要现在这么回，你不要现在就回轮，你倒车的时候倒到位置之后，你换 D 档，然后再往回回。嗯，靠右走，你不要转弯转那么大，你当你停车啊转那么大，往左点。靠右，你把整个路都占死了。啊，停住！1秒、2秒，啊，走。你停住！你不要把转向灯关了呀！你怎么把转向灯关了呢？走。你打人打的，该打人是不打，你不该打人打的太狠。你听见你下面那个轮胎在磨吗？你要轮胎磨声音很大就不对。扣死！
别动不动就扣死，你需要扣死再扣死，你不需要扣死你不要扣死。你觉得你自己需要多大转弯呢？好，对，站在上面，哎，走，跟那右边车靠太近了。好，这个距离好，你往前走吧。马路牙，你还有多大距离？你自己想看看。两公里吗？你还要大概将近1米距离。嗯。往前走。你到停止线再停，你停这么早干什么？好，停。左转。转向打满。往后倒上一扣分。啊，过。转，开始转。慢点转，你别转那么快。你今天是我在磨轮胎呢，你转的太急了，左面留开距离，你左面留开距离，那你还往左打轮打那么大干什么？再来一圈，还不行，干那个还不行。太偏右了，你看没右面这么一出趟白线，你不能压到那个线，懂吗？减速干啥？打转向，停住，然后呢？走，往左，大转，好，别转了，转，拿住，别动，这么别动，好，回去。我告诉你转的时候你再转，然后你转完以后我告诉你别动，你就方向盘你不要再转了啊。慢点，着什么急？没有那装的技术，你不要你着急，打太早了。转，停住，别动。好，继续往前走，别动。转，别动，转，好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留足位置，能不能在这儿练侧方停车？行，那你侧。你先停。停车。我下车，你现在车是不是你现在旁边没有车吗？我站那个位置就是车屁股的位置。然后你自己来练啊。是先往右打是吗？
你想撞我呀？啊？怎么弄啊？你先往后退一退，你后车轮要超过我的位置才开始打转向，懂不懂？我不懂，我会。你先往前，等会我先把车门关上，你往前，你把所有车窗都开开，把所有车窗都开开，让我跟你说话你能听见。嗯、你先往前把车拉直。嗯。啊。把前往前把车拉直。往前走，把车拉直，好，再往右一点，再往右一点，往前走，行，你看，这是另外一个车屁股位置啊，嗯，那个位置是你的车轮的位置，嗯，啊，我站在这儿，然后你等到车到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打转向啊，来，先是往右是吗？往右转一圈，转一圈啊！嗯，好，再往后倒，转，一边倒一边转，转一圈，快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你先转了半圈，转打死了已经。好，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回直，回直，再往后，停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前轮在这儿，嗯，我在这个位置，前轮在这儿，嗯，前轮过了我，就前轮跟这个。看对着一条线，好，你再往后一点，好，停。现在对着你的前轮，两个前轮共一条线，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再往左打轮，往左打轮。嗯，你打两圈。打两圈。嗯。打。停，好，你到。车是歪的，你看不出来你车是歪的吗？让它前进是吗？不是前进，不能前进。对你现在要前进，就是把你车调直。你现在车不是偏往左偏了，车头是往左偏了。对，那你就往右打嘛，啊，往前。这样呢？行，你先这样，然后你再开出去，你再来一次。你记得你往后倒的时候，你现在车轮跟后面，你现在跟右面差距太大了，啊，你要跟旁边的距离，你现在你差了一米多，你到时候要50厘米之内的，啊。那现在没什么参照物给我。不是没有参照物，有参照物你不看呢？这么多十吨是不是就参照物？嗯。这么多十吨嘛，一排十吨，到时候这就马路牙子。嗯，看不到。你不需要看到你旁边车旁边的。你需要看的是这一排，一排你前面十吨在哪个位置，你后面十吨跟它在一条线，知不知道？然后马路牙子也是一样的嘛。然后你先开出去，然后重新再来。先往前开是吧？对，往前开。嗯、打，往左转一圈。往前一边走一边转一圈。好，往右打轮。一圈。停了，回轮，回正。往左一点，你往左一点，车走直，好，回轮，车走直，你跟旁边路要平行，再往右一点，好，停，你自己观察你旁边那一条线，这是不是一条线？嗯，你车跟它方向平行，啊，嗯，行，再来我在后面，就是我的位置就是车屁股的位置，啊。
打轮打轮，你晚了晚了，打一圈，一整圈，好到停。你这位置这两前轮共一条线了吗？把轮子打直。往左，往左是吗？对。要往后退吗？继续往后倒，把轮子打直。好，倒倒。继续倒。继续倒，继续倒，继续倒。再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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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你看看这个位置在哪儿？记住这个位置。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一定要开始往左打轮了。你现在那个后面那个车屁股快要到马路牙，你看不看那个东西？嗯嗯。你这你直走，就是你马上要到马路牙子的。不是往左，往左打轮是等还是后退是往左？对，还要继续后退，然后往左打轮。嗯嗯。你看，你现在后屁股嘛，后屁股还没有过马路牙，就是刚好快要贴近马路牙了。嗯。然后你现在往左打轮。打一圈吗？往左打轮打。嗯。往左打轮，打，往后退，一边后退一边打轮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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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再后退一点，停，再后一点，后退一点点，再后退，好，停，然后往前往右打轮，然后又回直是吗？对，回直啊。停！你冲出去这么一大截，你前面车能有这么大距离给你吗？那怎么办？你慢慢的开啊，你踩油门，要不然又踩油门了。啊、哦！你别踩油门，你先停车，踩个毛线油门。停车，你记得停所有停车都不需要踩油门。那我重新来。啊、嗯！你开回原位置。吗？有停止吗？你车还是斜的，你现在车是斜的，你先把车拉直。怎么拉直？你跟路是平行的，你现在车是斜的。这倒行。你现在是往左斜，你怎么越往左斜？你现在又往更加往左斜了。往右一点。现在开始往后，开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看你那个车上面有没有写着 brake code？ 没有啊。好。Normal。打轮，打大一点，打大一点，打大一点，别卡死，不要卡死，好，过头了，重来。好吧，停，你停。你总共轮子只能打一圈半，我让你打大一点，不是打一半，你要打你直接打死，你从打一圈直接变成直接打死，你多打33%那要多打一点啊，啊？没懂。我让你多打一点，你总共才能打一圈半，然后你打一圈的时候你停，你停住。啊？你停。你车在动，你没感觉吗？没感觉。你现在花 P 档，不用 P 档。你现在车在那儿。嗯。你现在车是不是总共能打一圈半？嗯。我让你多打一点的意思，不是让你再打半圈。你再打半圈，你不多打50%了吗？嗯。
啊，总共只能打一圈半，你打了，你打一圈，然后你再打半圈，是不是多打50%？总共能打两圈吗？嗯，不是，不同车不一样。这个车现在总共只能打一圈半，哦、有的车之前是两圈半。哦、不一样。啊，但是你让你多打一点，少打一点，你就稍微动，你就现在这个位置嘛，嗯、你稍微动点，就动这么大，就是多打一点。嗯。啊，你现在先把车再重新拉直。晚了，刚才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就要打轮了。嗯，你是另外一辆车车屁股是吗？对，我是另外一辆车车屁股的位置啊。哎呀，滚开！打大点，不要打那么大，它打大一点。对，好，对，后退，挥直，再往前，好，往回打，往回打。对，这你停，换 P 档。啊，你这次是好的啊。你先慢慢来。我没感觉，我还是没感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左转什么时候转的。就是你右转，就是右转到哪个角度在左转？你的后轮。嗯。你的后轮，你要记住你的后轮在哪儿。我怎么记住呢？你现在这个车，你后面距离多远？我现在我不知道后面没东西啊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有没有东西？你那后轮车距跟你是永远固定的，你要记住。哦。就我站那个位置，你要记住那个位置。那假如说我后面有辆车的话怎么办？什么时候打左转？什么时候那个？不管后面有没有那辆车，只要你的车距宽度够的话，都是这么来的。只不过你后面有辆车的话，你就要注意到时候你就是我一开始右转，一开始这样斜到多少的时候打左转？斜到30度的时候。哪个跟哪个30度？你跟马路牙子30度。你的车跟马路牙30度，对，车跟马路牙30到40度，然后回直，轮子打直，嗯，然后再往后，再往后，然后直到你的前面两个前轮，嗯，跟你那个另外那个车的屁股，嗯，在一条线上，就是三点一线嘛。前轮跟前面的车屁股在一条线上的时候，对，你这是前轮，一个前轮，嗯，另外一个前轮，然后这个车屁股在这个位置，嗯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时候你再开始打是光做大轮，要么这样你先当后面辆车的屁股，然后等会儿你再当前面辆车的屁股啊，行吗？你就当两个参照物啊。你后面参照物你不重要，你现在你老去跳，你第一步是你要先跟前面车不撞，嗯，然后你再跟后面车不撞，嗯，后面车是能保证不撞的，后面车是容易的，嗯，你前面车不撞之后，然后你再去考虑后面的。嗯。行，往前开，然后回直。要往左边开。行。嗯。你等一下。嗯。这是，我现在这是前面车速的位置。现在过来。
轮打。看看这距离，嗯，你看我刚才那个距离啊，你刚才给我靠的就大概只有二三十厘米的样子啊。行，你现在还是这么绕圈兜圈走，你现在最起码基础的你都没有弄好，那你至少应该跟路开的平行，能不能开出来？路是直的，你别有个角度在那儿啊，再开，还是刚才绕圈绕，往右打打打，停停停，往右打过头了，好，啊，停停，啊回回，往前走，走走走走，啊，别动，你不要不要用力，往前走。好，往前走，走，走，往前走。走。你看你这个旁边车距，看那马路牙子这个距离是正常距离啊，往前走。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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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，啊，再转，再走走走走，你看见你的车那个脚跟那个马路牙子按哪个位置？行，走走，停，停住停住停住，让他们先过。好，走，拉直，直，再转，转转转转，嗯。好，你不要再转了。好，松回。好，别打死你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死。嗯，转，转，好好好，往前走，走，慢点慢点，走，走，你看左面，停住，停住，刹车，刹车，停住，你看左面，能不能走一辆车？能。现在能是不是？记住啊，好，走，你现在跟右前面靠近，太靠近了，走，打，不要吧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死，啊。好，走，走，回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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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回，好，往前走，好，你现在跟旁边路要平行，啊，走，走，我继续练一下，到现在练。再练一下，平常你再帮我再练。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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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。嗯。你看看那个蓝线，嗯，跟那地上那个裂缝那个焦点，嗯，那个位置是车屁股啊，嗯。你重新再来啊。首先跟右面车要靠近，嗯，右打右转向，往前开，我先往前，往后，我先往后，你先往前，你先要那车屁股在你的后面，你要往右开，右往右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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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再靠再靠，
直是是，好，把车扳直。好，往后倒，往后倒，别倒，让车先过去。到。往右打点轮子，停，打点，这叫打一点，嗯，这不叫打点，这叫打一点轮子，啊。嗯，然后到什么时候？往后到，你现在跟旁边的车，比如那个地方有车，你现在跟旁边车距离拉，间距拉太大了。是车头到另外一个车尾的时候才开始打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不是你的车后屁股后轮到人家的车屁股的位置，再开始打。对，后轮到人家车屁股。对，那不是跟那个人平行的吗？对，你现在就是先跟那人平行。对啊，我现在平行，那不是应该马上打吗？不是平行马上打，你随时随地都在平行啊。你这个车在这儿，你平行在那个位置也平行。对啊，你不是应该车头跟人家平行才打吗？不是，你两辆车车的，你的车的长度跟人家车长度是一样的吗？那不得了吗？那你后面你一旦你就是车屁股到人家车轮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车轮到人家车屁股的时候，我的哪个车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车轮，后面车当然是屁股的时候。对，后面你的后车轮到人家的车屁股的位置。哦，嗯，那先别打，我又打。你先别，你还没有到那位置，你到那位置了吗？到哪个位置了？往后，再往后，你差老远了。再往后，你看那个镜子。看。到那个杆子那个地方是吗？对，到那个杆子，那个杆子那地方不有蓝线吗？嗯。到那个蓝线跟那个地上裂、哦、裂缝的位置。嗯。你再往后，往后。嗯。行。嗯。你这个位置刚好压到那个，啊。嗯。你最是那个是车尾是吗？不是，那面那个蓝色的地上的第一条蓝线。嗯。你看看这个。你看。你这是第二条蓝线，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条线，嗯，就你这个蓝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嗯，现在，嗯，然后你再慢慢的打轮，打一圈，先打一圈，一边倒一边打，不要现在打，对，对，打停，好，等一下，再往后倒，再倒，停住，往前一点，不是轮子不要动，往前一点。好，你打到的，你看啊，今天你的车的方向是这个，马路牙方向这个，你大概成30到40度角，啊，然后现在继续往后倒，这时候你要把轮子打正了，就往左是吗？对，往左打正，打直，打直，快点，快打直，停，打直，然后往后，继续往后。往左吗？爸爸还不着急。嗯。往后，再往后，慢点，不要那么着急。停。你现在的屁股，就是你现在车的车尾跟马路牙，就快靠近，快到马路牙。那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靠近呢？就是你要有车距，就是你现在要靠这些线，这么多参照物，这一条线。你后面看不见线的位置，但你前面看得见了。你车尾的距离跟你眼睛距离永远是固定的呀。行，你先打轮，往左打轮。嗯。对，往左打轮。打一圈。对，打一圈，我打死。你停，不要这么close，这么到这个位置啊。行，继续走，快直了啊，回来。对，停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你现在跟侧面距离还是差太大了，嗯，到时候慢慢那个到那个有马路牙的时候，我没有车，前后没车怎么没感觉？你不是车子，你跟旁边车子没有任何关系。真的吗？你旁边车子跟他旁边的距离拉得很近，不代表你就可以拉得很近。你考试的时候不能这样。嗯。啊。停！你先要往外出，前面有辆车，你第一件事情，是跟前面车距看一下。对，你车距判断一下，你想想你要先判断车距再打轮。你想，如果你把轮子打死，
你现在那个车距能不能出得去？出不去怎么办呢？出不去就要往先往后倒，往后倒，然后倒到那个能出去的位置，然后你再往前走。嗯，好，先往前走。要打多少？对，打必须打多少？打死，停，不要等，打死不要动，这个位置，嗯，好，你现在出来，你的右面车轮，左面车尾，不是你右面车轮，你已经出了它左面车尾，嗯，必须出来之后，嗯，然后打直，这是直，直走，然后你等你后面车轮出来的时候，你先直走，先往前直走。等你后面车轮出来的时候，你再往右打轮，往右打轮，好，走，直着先走，好，绕一圈。那观察这么多呢？哎，我肯定要撞了，观察。哎，你想着那拿真车实验，你撞死了。赔钱吧 ，money。哪有那么多钱赔？那咋办？你花钱让我驾校，驾校让我去练。你驾校你撞了，你以为你就不赔了？你要赔吗？赔啊。那至少他有刹车啊，这有刹车，明白吗？是。但是我主要不想花那个钱，因为我不急，嗯，对吧？跟左面靠的距离就太大，有很大吗？对，你到后面越靠越大，你最开始还是好好的，然后后面就不行。转向灯，啊，往前走，打半圈，打。快走，回，好。慢，25，加速到25，你要漂减，做漂减，等一下先。那个人他不过，我直接过了。你不能过他，你等他。他不是，他在那停了，在那边停住了。你现在技术不行，我不敢让你从他旁边过。那怎么办？你先等一等等，等他完事儿了。他不那个，不走，他不走。嗯。啊，这是顶，你别到他车屁股后，往前，你不要，你旁边车的位置没有留出来，好，你别到他车屁股后面，别转了，往前，好，直走，松油门，松刹，停住，拉线过。好，停住，让前面那鱼先过去。好，转一点，转，不要停。好，你不要一直转到位就停住。好，继续走，不要动，动方向盘了。继续动，继续走，松脚，转一点，控制一点啊。好，继续走。先到那位置啊，你再慢慢的往回，慢慢的回啊，好，走。你这先别管，你侧方向行车，你先别管，你先把基础的弄完再。你现在车都开不直，你现在车都是斜的。你到前面那停车场去练，要是出去往右转。前面停车场可以练吗？对，前面停车场比较好练的。
往右侧走啊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好，停住，转向灯。好，走。转转转。停，别动。好，回去回去。好，走。慢点，你才26了。行，现在是25，保持25，保持住。再快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，不要再加速，保持住。前面那车出来就去右转进去。对吗？对。往前，往前，然后转转转，过头了。神经病！你自己神经病，你转过头了，你。那你让我一换针啊！我不知道去哪。往前，你随便找，你就沿着这路子开，你沿着这个路随便开，往前走。行行，靠右靠右，别让让出来，往前，往前往前走，沿那个路马路牙子往左走，嗯，好，往回回轮回轮回轮，慢慢回，好，回回好，往左一点，往右一点。往左一点，你每次一点点，你都弄弄大了，你。往前走，走走，把车弄直，走直，走直，走。那边有人在开车哎。对，都有人开车，各种车。你又走不直，你又怎么越来越偏？走直，你这边没有线，你就是靠右侧。嗯。往左，嗯，你走哪儿去啊？行，你往那儿就行。你停，你停，你停，你停。我问你，从那个对面过来车，你让他从哪儿走？对啊，那你就压线，那你就完蛋，那你就不自己一个了吗？我刚开始也无所谓。你有说你现在就差这个问题，你现在差，现在你也有让你绕那么多线干啥？你现在就练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你说告诉我无所谓。你现在这个问题你没解决，你那车你根本考不了的。往前走，走。这样线对住也可以。是不是要成30度角跟那个马路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接着转弯，你跟那30度角有毛线关系？知道。
直走，又偏了又偏了。你车走直，你看旁边直线，你跟它平行，马路牙子是个直线嘛，你跟它以它为参照物，你跟它平行开会不会？啊，前面左转，打转呢？我说左转右转，你先打灯，然后再走。啊，转，停！不要再转了。你轮子转那么大，每次转那么大干什么？啊，回轮回，慢慢回，慢慢转。啊，往前走。车走直，你现在又往左偏了。嗯、走直，车走直，你旁边马路牙子为参照。嗯、直，走。停住，刹车、嗯！你看你旁边左边距离有多大，够吗？够的呀。你自己看你的右面、哦，你看你右面跟右面马路牙子隔多远？那后面那个车。那、啊、你既然你要到马路牙子，你要跟马路牙子对齐呀、啊。你跟那后面车你也是拉出一米多的距离啊。啊，左转。你先考虑这个地方它没有线，那你中间默认中间就有一条线，嗯，你不能压着那个线走，啊，走，你先直走，先直走，直走，好，前面右转，嗯，右转，转，晚了，又要出去了，你现在停，你停住。你跟这个马路牙子，看没？这么远距离不行，肯定不行的。你现在就是压到也又压到对面车道了，啊，继续走。他也是一样的问题，是一样吗？对，他也是小孩在练车。嗯，小孩也是练车吗？嗯。哦哟，转，停住。嗯。你自己看看跟对面有多大距离。嗯。你这个距离要压缩到一半，至少压缩一半啊。嗯。右，往右偏，你跟旁边距离太大了。嗯、你旁边距离太大了。太大了，距离太大了。嗯、太大，你停，你往左看。你把车门打开，你左边车门打开。你把左边车门打开。嗯。你们换到 P 档。你左边车门打开。嗯。来，打开，完全打开。你看，你跟旁边这面、嗯，来，你这两边都留这么大的距离干啥？嗯、你现在是给要左面留出来，尽可能留出来位置嘛？啊，走，往前走。还没挑直呢，还没直呢，好，现在直呢，走。嗯。然后呢？再继续走，往前直走。从内绕吗？对，前面往右转，嗯，前面右后并入后，对，往右转，对，往前走，你太靠中间了，往右一点，往左边的路让开。
从这里掉到哪？对，往右走。哦，右转，转转转转大转。停停停停停！你自己看跟那妹子距离多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判断。你记住这东西，你过来的时候你就记住，你虽然看不见，这个东西你挡住了，嗯、但你得记住这个马路牙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还在哪个位置啊、嗯？没事，多练习。你不是那每次都犯同样的错误，没有用。走，往前，往前，走走，往右转，还是往右转？往右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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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转转转。我是不是转太晚了？我觉得。对你转太晚了，往前。我告诉你转，往前回轮，回轮直直直走，回轮，往右转，直接转。好，回轮，回轮，慢慢回，慢慢回，慢慢回，好，回直。走，走走走走行行，那行，我给你弄，我给你示范。闭上。啊，我的脚疼死了。这个位置转、嗯，转。你是看哪边的？不是看哪边，你就是你记住，你还没有开到这的时候，你能看见的，你现在看不到了。嗯、现在对住我看不到，但是你得记住那个东西在哪儿。嗯。啊。然后继续转，转转。行，我先停，你打开车门看看这距离多少、嗯。看见了吗？也很大。是跟你比现在差老远了呀！哎呦我天哪！想回家，我想上厕所了。不行，回去。明天再练吧。你看，你看啊，花的。我这个位置我是看不见这个花坛的，嗯、但你得记住，你现在刚才过来的时候你能看见，那你就要记住它在哪儿。那我能过来就能记住。对、哦，你先打开车门，你看，对，嗯、你看没那个，你看没那个灰色和黑色的？嗯、灰色的地方是不能压的地方、嗯，但你要跟它尽量靠得近。嗯。啊，看，啊，嗯，继续开，车门继续开着，看没？看没？让它距离尽可能靠近啊！看没？然后走，然后你看，你看你车轮慢点打轮，你除非紧急情况，你很少需要你像你打那么快的，啊！行，我先把那个车窗镜需要调下来。你这么累呀，开始。车子这么累啊，是谁发明的车子？车子不是用来偷懒的吗？这么累。是看不见它的这个花坛的。嗯，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记住、啊。对，一开始就要记住。Turn right onto Buffalo Street. Take the next right onto Buffalo Street. 你看，注意看，你看看我到那位置的。